行动装置已成为现代人生活最基本的必需品，且在耶诞佳节来临前，在中国大陆年销超过500万只，拥有1500万名粉丝的酷派手机正式来台发表上市。推出来价钱将是非常的竞争，也就是售价是5490块钱。那我们会配合在 PC Home 首卖，那限购皮套以及抢购皮套。主打拥有8核心处理器、4G 上网、5.5寸大屏幕、1300万的照相镜头，能够满足喜欢自拍、玩游戏的年轻族群。简易的字体大小调整功能与触碰式开机，让中老年族群也能克服视力问题，轻易上手。网速比较快，所以这个产品是个 4G 产品，是 4GLT 产品，它的上那个下载和上网都非常快。那这也其实用户蛮关注的。我们酷派大神 F2 非常有信心，用这样的价格、用这样的性能、用这样的软体 酷 UI， 我们绝对有信心可以跟其他的品牌来做一个竞争的动作。首度进军台湾就准备抢攻市场大饼，不仅设下年销50万只的高目标，还要透过低价策略与售后服务品质击退各家大厂。看来台湾手机市场即将进入抢客的战国时代。记者郭正明采访报道。